我以为的虞姬。上的虞姬，唱大老师了，你流血吗？没有，好嘞。这个妆大概就是全部完成，还有很多那些，比如说那线要怎么走啊，不能吃什么红薯啊，都不能吃，只有只能吃这个。为什么红薯也不能吃？嘴巴不能张太大，红吗？应该不知道，就是那个保鲜纸。哦，为什么要贴这个保鲜膜？因为我们头发要保鲜的，指甲是涂一半的。为什么呢？一半的，就男生就是太大了，指甲。哦，他故意涂一半。涂一半，那就像女生，还紧绷的。松一点，松一点。之前的那个人还紧。前面那个，快上来一下吧。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很累。